国双星同乡会于2月9号晚上梅拉诺 YouTube 直播平台隆重庆祝成立20周年，并举行新界交接典礼。尚杰明兼任会长，陈连清转任为名誉会长，美国纽约市议员顾亚明等政要和各界人士代表到场祝贺。活动的另一个亮点是由著名主编沈克明携手编委同仁们无私的奉献，共同编辑出版的《我们是个家》绍兴同乡会成立20周年纪念册。沈主编提到，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时，经过八位编委们的齐心协力，通过网上协调，一步步的努力工作，最终完成了历史使命。我们是个家。